今天我们去深米兰州芙蓉的美食市集看看，这里整20个档口，包括古早味的沙爹、芙蓉的特色美食、面食、西餐，应有尽有。外地的朋友来到芙蓉，选择到这里来寻找美食，保证不会令你们失望。在这里做个简单的介绍，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进门就是海南盐香烧肉，还有各种的海南糕点。这个是鬼锅碎，人家讲黄汤糕。黄汤糕啦，这种。这个是海南的一锅来的。海南一锅。海南。一锅。在海南。一锅。叫一锅。这个是阿锅，海南阿锅。这个它的料是什么啊？有它的料也是花生芝麻，花生芝麻椰丝啦啊。对，海南辣啦这个。啊，海南辣。哦。对啊，海南。这个是自己手工做的啦，也是。做的。哦。嗯，料也是自己煮的。这些呢？这是什么糕？这些有绿豆饼啊，有桂果鸡啊，有番薯板。这个福建糕也是自己做的。这个福建糕啊，里面的料是绿豆馅的咯。哦。还有冷藏的，就是文东的永隆包。哦，干虾。啊，虾子啊。啊，这样的咯，哦，宝石梨咯，正宗文东来的。哎，做工先，做工先。做工先就是用了。祖传古早味的龙脊沙爹。有了。著名的拇指生煎包，生煎包，这个是饺煎啊，生煎饺子有白菜猪肉煎饺、韭菜猪肉煎饺，还有香菇猪肉煎饺。这个是我们的配搭煎饺的蜜汁辣椒酱，这个是陈醋。芙蓉出名的王明记拉萨，十多种的配料，喜欢什么拿什么。特色美食海南猪腩粉，清汤鱼丸粉，
蛤蜊叉烧面。蛤蜊叉烧沙河粉，这腾腾的瓦煲猪肉粥，香喷喷的鱼头米粉，还有2020的亮料亮豆腐，当然少不了要来一杯海南咖啡啦。老马仕途当然高朋满座啦。地点就在深米兰州芙蓉海南会馆，美味可口。